开饭了，家人们！哎呀，手枪腿了，老公，你先来口腿儿，鸡腿儿。哎呀，这大口，香，就爱吃他家这个烤鸡腿儿。它是先食料卤完，就是酱完之后再烤，太香了。家人们，喜欢我们小两口的，每天不知道吃啥的，都可以关注我们一下，给我们点个小心心，送我们上播热门啊！谢谢家人们了，说的太多了。来个牛筋肠，吃那个蒜蓉小龙虾。嗯，我老公知道我感冒了，特意做的蒜蓉的，没放辣椒。豆腐，这还不咸还不辣的呢。嗯，好吃，特别香。嗯嗯嗯，完美。哎呀，西瓜蘸酱去了。味了。